扬灯，民族振兴灯。本栏目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开心小哥哥，你有太多的理由，勇敢向前走，你有很多的借口，潇洒跳个舞，今天你是主角，我们手牵手，阳光伴随你我左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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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牵小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大手牵小手》，本栏目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就在沂蒙山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就是山东、华东党政军指挥领导中心。刘少奇同志、罗荣桓同志、徐向前同志，还有陈毅同志，都曾经在这里指挥战斗过。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征途上，深深地印下了沂蒙人民车轮印记。各位亲爱的孩子们，就让我们一起铭记革命先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一起来珍惜今天的幸福时光。Yeah.
本栏目由特步儿童冠名播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先辈他们的梦想就是用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为后人换取幸福的生活，他们做到了。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就更应该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把那颗闪闪的红星传承下去。冠名播出。沂蒙山是革命老区，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在这片热土上呢，经常会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故事。比如说，当年的红嫂用乳汁来救治伤员，沂蒙母亲来抚养革命的后代，还有当年的千辆小车拥军之前。是的，沂蒙红嫂呢，是我们沂蒙山区的骄傲与光荣。水
知道啊，京剧呢可是我们的国粹，传承中华的优秀文化可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真诚的希望京剧走进孩子，走进校园。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一个京剧节目，这就是梨园小将报新灯。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还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李泡泡哥哥，我听老师说，长征是一次不怕失败、敢于胜利的伟大征程。在25000里的艰苦征程中，许多人牺牲在长征的路上，才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没错，长征的胜利书写了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英雄史诗。当年很多的红军战士都是风华正茂的少年，还有很多啊，他们就像你现在这么大，当年可都是红小鬼哦。
开心、幸福、欢笑，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我们这次的大手牵小手走进临沂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全国的小朋友都到我的家乡临沂来做客。大手牵小手，向前迈进，我们手牵手，阳光伴随你我左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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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手牵手，向着快乐，向着幸福，向着阳光，向着明天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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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牵小手。